有粉丝求来求让我测评一款超大号兰博基尼遥控玩具漂移车，到底怎么样啊？你们可不要瞎买啊！我可以瞎买，因为我是贱货。但是老规矩啊，如果拍到视频呢，只要你们把我这个视频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啊，我还是会在评论区啊，随机选一个粉丝把这个送给你们用啊。接下来废话少说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啊。哇塞！就为你们这款兰博基尼，你们喜不喜欢？又花了我这么多钱，我就不信你们能接到啊！三二一，绝对没有人能接到，如果你能接到了，我就接到爸爸。这是一个方向盘遥控器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这车，我的妈了，太帅了！Such a fucking hole.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中控台啊，你看它这个中控台里面，它中控台里面设计的很宽敞呀，它细节做的也特别的好啊。然后你看它这个轮胎，哇，这个轮胎也是很帅的，看到没有？哦，真的这样这么看，好像真的有点像大牛哎！你看两个眼睛哎，看到没有？这细节做的多好，里面还是碟刹的呢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后面也是啊，后面也是碟刹的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把电池给它装上，看看它跑起来到底能不能到一啊？这边你们看啊，这个车啊，这个门其实是个电动的啊。你看我一看它这个门自动就打开了，好帅！你看啊，看到没有？哇哇，太帅了！兄弟们，接下来我们就抱着我们兰博基尼出去试一下它能不能漂移啊！接下来表演一个漂移来，看看漂，跑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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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，停！别吵，别吵！开不好，还是我来吧。兄弟们，我要开始了啊！哦，哇哇哇，这个车跑得真快！我的车，还有我。兄弟们，我不拍了，兰博基尼都给我摔坏了，你看撞的，这太不结实了吧？撞了一下就成这样了。